然后谢谢北艺大的同学，那我现在欢迎灭火器。谢谢你们。每次有运动的时候，有一些朋友都会打电话给我，叫我不要做管闲事，甚至有的比较激进的会说你那么想红吗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在你们身上我看到自己的价值，因为让我相信说其实这些歌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力量，真的要谢谢你们。那也许这辈子再怎么努力，我们都开不了一场小巨蛋的演唱会，可是我们却可以永远抬头挺胸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在这里唱歌给3万人、5万人、10万人、50万人来听。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再幸福不过了。晚安，台湾。感慨真多年。